为法师，诸位同学，真济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542面第一行，往生论文。六善男子，善女人，修五念门行行咒，毕竟得生安乐国土，见彼阿弥陀佛。头前咱有到这个所在，往生论里面这段是最重要的，咱若爱特别的留意的，就是善男子、善女人这个仙女啊，仙的标准呢，就是正业三福的第一福，啊，第一种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诸心不杀，修十善业。这四句经文里面，甲儒释道的三个根，拢包含入去了。孝亲尊师是弟子规，诸心不杀是感应篇。啊，以这个这两个基础，再过来学习十善业道。所以这句里面啊，儒释道三个根拢讲到。换一句话讲，儒释道三个根无做到，都毋是善男子、善女人咯。这个标准一定都爱记哩。由此知影，这三个根是偌重要呀。古作啊，这三个根的人，这是世间的善男子、善女人。啊，咱读这个经文，咱啊都分啊。啊，讲做无够善男子、善女人，无包括咱啊。经文顶面讲个真清楚，必须是善男子、善女人修五念门行行咒啊。如果这个正业三福第一条咱无做到，咱啊修五念门行咒就未当成就咯。未当成就就未当往生。咱希望这一生当中，决定啊要得生净土，要亲近阿弥陀佛。这三个根就未当讲无认真的学习。这三项物件拢无深，尤其地主贵啊，抓那些老师用40小时详细解释，伊也讲过真侪遍，讲较真实啦。啊，咱用伊的这套功德都会用的，一般人。心浮气躁，有物件拢无咧认真，听一遍、两遍、三遍无够啊！至少都爱听30遍，40小时啊！一天听10小时，4天听一遍。
四十天听十遍。那讲一天只听四小时，啊，听四小时，一天听四小时呀、啊，十天听一遍，那就来一百天的时间，你才听满十遍了。一百天无算真长，三个月个，这个根定落去咯，会定个真正结实。然后再过来听感应篇啊，会真正容易啊。为什么四十遍的地主规，你啊心定落来咯？只要心定落来。有物件就会真紧，你这个啊，用三个月时间啊，去学感应篇，感应篇学完了后，这个用三个月时间学十善业道啊，一年的时间，这三个根根深蒂固。正业三福第一福，你就得到了。诸位一定要记哩，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愿，修偌久才成就呢？五劫啊，才成就的，才会感到西方极乐世界。殊胜庄严啊！咱如果用一年的时间，真正其他拢放下，把这三个根给定落去，哇！一句话讲，这个庄严功德里头。啊，真正得到咯！亲像咧起厝同款，你的地基拍甲真好，你的厝起起来都无问题啊，就会成就。啊，咱今仔日有佛最大的困难，就是啊，基础无啊。你看一年的时间，都甲基础啊拍好咯。啊，地基打好了后，有两年的时间，我相信往生就有把握了。两年一门深入，当时分修，两年的分修都有够了。对于家己来讲，真正转恶为善，转美为恶咯。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就转凡成圣，你的功德就圆满啦。为什么不做呢？这个世间，那那啥啥物件，拢总放下。心内若定掉这物件，这叫做轮回心，做的是轮回业。啊，做轮回业，要怎会当出了六道轮回呢？阿弥陀佛，确确实实是念念希望咱早一天去极乐世界，也能加起。偏偏对有六道轮回这样执着，这样你要排放下，这个错了。
希望咱真正对食来感悟起来，认真努力以教奉行。刷落去讲妙音坚固，罗氏三军。这个一门亲入，当时分修，就叫做妙音。干未久，上升叫做世界真君阿弥陀佛，这个古波罗殊胜的呀，证明甲大家讲啊真清楚，世出世间第一定有福报的人，一大福报啊！到极乐世界，阿弥陀佛供养你啊！你比第六天的这福报也搁较大。第六天有物质的供养，无精神的供养。到极乐世界，除物质供养以外，阿弥陀佛逐天讲经说法，互你听。智慧的供养啊！所以真紧呢，你的智慧、你福报就达到圆满。福慧利足尊是甚物？成佛啦，成佛才叫做利足尊啦。成佛的捷径啊，下面是故临命终时，望佛本愿加慧，慈悲啊加忧，人心不乱。就是阿弥陀佛，甲伊的本愿、五戒、修行的功德加持乎你啊，你也真正得到咯。为什么呢？这个时阵啊，你真正得到一心不乱。那一心不乱，在咱这世界修行得未到，到极乐世界就真紧就得到了。高低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。这个惊怖颠倒，永远拢无了。啊，咱在这世间，如果真正去拄到灾难，肯定是惊慌失措啊！唔知要安怎，这才是啊，真正的大难啊！这大灾难是什么？唔是灾难害你的啊，是你家己啊，惊慌失措。你接受灾难，那讲你啊，不惊不怖，灾难来的时阵，跟你无关系啊。不惊不怖啊！这种人就消灾免难了。消灾免难，不是讲无灾难，有灾难对伊无所谓，伊无感觉到。这叫做消灾免难。消灾免难是什么？定功啊！念佛人定功是什么呢？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都拢无啊！这叫念佛三昧啊！念佛三昧，佛在《大集经》里面有跟咱讲，那就是啊，无上清妙禅。所以你的禅定当中，你不惊不怖啊，心不颠倒啊，不怖者不畏怖恐惧啊。你不畏怖，畏怖是会惊，你无惊，你嘛无恐慌。在咱的面前，心是定，不颠倒者心不错乱。
为什么心不错乱？你的心内是咧念佛啦、啊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什么影响都拢无啊。也或只啊正念以莲现前，个良心。真侪人拢伫咧问，两千零一年玛雅灾难的预言要安怎咧？美国的布莱丁讲啊，伊也希望全世界的人拢会当讲我。认真的去学向善，改邪归正，端正心念，就会当啊应付这个灾难。伊讲得无错啊，这个所在这段经文讲得比伊搁较好啊。咱啊要安怎来消灾免难呢？妙音啊，感果啊，你命中时蒙福本愿加威，慈悲加佑，令心不乱，不惊不怖，心不颠倒，果果得往生，这几句就好了。这咱能无了。所以这个灾难对于念佛人来讲，伊就化解了。大难现前，你所看景观是什么呢？是叫了世界阿弥陀佛来接引，无同款啊。这段经文重要啊，爱好好甲记掉的。三个君一定爱做好，阿弥陀佛啦，决定啊，唔通忘记你啊！我常常甲同学讲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佛以外，拢嘛甲放开咯。本篇经文。密耶临终见佛，但记得往生，这佛必然来迎啊！这是一定爱的纪律。经文上虽然无讲啊，临终啊见佛啦，只要往生，往生一定是见佛的。为什么？这是佛的本愿呢、啊？佛讲话算话，绝对啊，未食言啊。每一个往生到极乐世界人，阿弥陀佛拢会来接引你。所以，安怎证明讲伊真正往生呢？临终的时阵，伊看到佛来接引，这就真正往生啊。不是别人看到，是伊本人看到，决定往生。咱对有经教都爱相信，绝对啊，唔通有丝毫怀疑啊。这地讲啊真好，因佛本愿，临终接引，若无佛言。临终若是无佛来接引你，即凡夫自力不能往生。决定都爱要求佛接引。
你真正往生了。最后一句话是念老甲咱解释，这段经文内底无讲，因不言者，以出品专论因行，故不多涉往生之故境。往生的故啊啊境界啊，头先讲甲真清楚了。头先讲三昧往生，这是讲往生正因。所以这两品啊合起来看，都会帮助咱断疑生信呐。啊，这段都学到这所在，咱过来看下面的这段。了道事物，不令离家，不下大修斋戒，一心清净，有空闲时端正身心，绝有气忧，诸心精进。啊，这首段呢是端心精进，这在日常生活当中爱落实啦。下面第二小段，不动勤劳，嫉妒，不得贪贴坚守，不得忠悔，不得狐疑，爱当孝顺，自行忠信。这几句是咧教咱都爱断恶修仙，古贵个咧。下面一段呢，当信佛经悟亲，当信做善得福，奉持如是定法不得亏失。这几句是深信因果啊。后面呢，思维熟记，欲得度脱，昼夜相念，愿欲往生阿弥陀佛，清净佛国。十日十夜乃至呀，一日一夜不断作假，这是教咱梦中念佛啦。工作真无闲，啊，咱一个月找一天一夜念24小时，那是讲有长假呢？放长假的时阵，十日十暝念十天的佛，同时用七天就打一个精进的佛七。但是精进佛七这段的经文必须对啊，做够啊。受众皆得往生极乐，你伫这一生当中也捌拍过一摆精进佛七，或者是捌伫诶即个十工十暝修过即个也功德啊。临命终时回向，拢会往生啊。乃是讲一生当中只有一摆。一日一夜念佛，可是头前这些条件拢总拢爱具足，爱专心精进，断恶修善，深信因果，梦中念佛啦、啊，妙音啊！后面这句就将该地往生极乐，这个妙句啊，妙音妙句。这部经确确实实已有难逢啊，太殊胜了。
啊，咱有幸伫这一生当中会拄着，啊，先欢喜心啊，啊，先感恩的心。念落的注解，说幽冥这段经文第三类，往生啊正因的第三类，有两句啊，这两句是两段，我甲分加较详细，我分五段。第一。修行最先，这个啊，世间先，两乐分的是到自行用心，下面呢，忙里偷闲，正念的心。对于东信佛经母亲到啊往生极国，伊分这两段，此类之事物烦恼之人，那讲咱啊平常无遮侪代志。也要把境界提升啊，提升到头前的两类，啊，真正工作真无闲，平素下时甚少，平素就是真少有闲的时间。眼前的社会，一般人拢生活伫个竞争之中，甲古早时的社会完全无同。古早时的社会，人心是定，为什么无竞争啊？现在那就无竞争的活袂落去啊！其实这是错误，是一个真正错误的观念吗？咱啊，家己啊，逼上牛山啊！实际上无竞争嘛，会当活落去啊，嘛会过个真正自在啊，何必去竞争呢？吴小林无学会的时阵，逐天甲人竞争；学会了后，明白了，甲悟，认真落实《弟子规》，袂甲人竞争咯。伊甲我讲，颠倒这业绩，当年啊上升，并是讲无竞争，这个事业都做袂落去。无竞争啊，比以前做甲搁较好，搁较舒心。这只奉献大我，我才是命中有的啊！命在你既然有，何必去竞争呢？啊，无讲话的人，每天用的时间真少啊，所以啊。弥陵大修斋戒，甲一般真修行、老修行的人袂当比，佫较难有一心清净。这一心清净太难咯。你讲伊每工的妄念偌侪呢？杂事太侪咯。如是之人，当努力行善。这句话啊，藏得真好啊！应该要努力去做好事，
多行善，多积德，并应并且应该忙里偷闲啦。一定要找一寡闲的时间去念佛，善得时机。你会在一年的当中啊，去啊挑选几天啊的这个假期，假期唔通把这个时间浪费了，去外面去旅游，迄真正可惜啊！应该啊，这几天的闲的时间，好好啊来念佛，你也不断啊，有缘则修啊。会当有几个同参道友做伙，都是啊，一句佛号念到底。上好的方法呢，会当依照印光大师所用的方法。啊！以老大人用一世人啊，念佛真成就了，这是咱应该爱学的啊。不思空归，亦定得往生。这个所在定得这两字是关键。只要你无浪费时间，有闲的时间就念佛，你也一定会去往生啊！净宗之妙，即在不离佛法，离行世法；不毁世法，离净佛法。这两句话是啊，不闻论理讲的啊，讲了太好了。净宗结合这尊末法九千年一切众生的根基啊，修别的法门无一定克机，修净宗法门无一个未克机的。那那修行的目标无别项，修行的目标就是要成佛啦，唔是用成佛做终极的目标，咱就错了。净宗成佛的方便，成就往生，生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对阿弥陀佛决定一生成佛。所以这个法门古代的称之为一生成就的佛法啦。那往生到极乐世界是一生成就的，到极乐世界去再过成佛啦，嘛是一生成就，无到第二生啦。这是八万四千法门内底找无呀。一切诸佛无量无尽的法门，只有阿弥陀佛这个法门是一生成就呀，稳稳当当啊！哪讲你呀、啊，想要学其他的法门，会用了到极乐世界再来学啊，唔通伫这个所在耽误时间。你这个所在耽误时间，咱就错了。你这个所在时间，甲全部时间、精神，拢投注在业分、念分。眼前东来，必定见佛。咱来投注在这点顶面。
到底西方极世界你有真侪时间啊，寿命长咯。阿弥陀佛啦，无量寿啊！每一个往生的人拢嘛是无量寿，甲阿弥陀同款啊。所以你学念佛法门，拢真容易，时间是足侪啊。有的是修行的环境，老师是诸佛如来，同学呢是诸大菩萨。当年啊，成就啊，咱伫即个修学，你学其他的宗派、其他的经论，现在无老师咯。过去也够老师，现在无得找啦。即、这个老师拢往生咯。拢无在世间咯，这是客观环境。哦，咱伫个今仔日想要学任何大乘法门，感觉困难。啊，咱啊，把这个方向就转一下，先来去极乐世界。见到阿弥陀佛，无论修什么法门，互相欢喜啊，互相赞叹，互相会帮助你成就你啊。你伫个所修行的法门，肯定会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。你的愿望嘛，圆满咯。下面解写一句：有空闲时，心上所言，事务繁多，你的工作真无闲啊！迷恋心下心静，你的身体得袂着休息，心内啦，犹如牵挂代志太多。你无办法放下，你的心都未清净咯。在该是甚物呢？在啊，都是心静。该啊，都是个事不烦恼啊，放下。你真系做未到，做未到要安怎呢？即当善用时机，有闲则修，这就是你爱抓着时节因缘啊。真像一般过年过节，放长假的时阵，现在放长假无做了。下当有五天到七天，拢算是长假。好，五天嘛好，这五天唔通空过。这些所在去念佛啦。那讲平常有一款志同道合的朋友，念佛的佛友，对当啊约定，啊，咱利用什么款的假期的时间？找一个啊清净的环境，来去念五更五暝的佛，无休困啊。这个五更五暝啊，万言放下。什么拢卖想，什么代志拢卖去问，电话永远关机，人要找你也找无。五天清净的时间，
以向专念阿弥陀佛。啊，平常呢，平常随着机会啊，去做好事，转到修仙，做这款代志啊，一定爱找时间去念佛啦，病毒细路，把所有的这些杂事拢做放下。用命专修啊，这对面加着用命这两字好啊，精进啊。自古有空闲时，中观下门，直至一日一夜不断作假。这个有空闲时，就是啊，这段经文。甲咱所做的，拢是伫有闲的时间，甲这两条的，一直到我今年只有一日一暝啊，会当做会到，嘛会用呢？你都抓着这一日一暝，有两日两暝，哎，更加好咯；有十日十暝，哎，就真好咯。不一定是一年，三个月半年，有这种的机会，你都要该把握掉的，绝对不能放松啊！心内啊，听听有这款的意念好啊。这个意念是正念。这个意念是跟佛相应，所以有机会、有时间，你才会当抓一条，你才袂啊轻易甲放开去。这是啊好的念头啊！那下面呢？这个解释，拢嘛是咱啊平常必须都爱知影，必须都爱啊随时随地认真啊去学习。头一个就是端正身心，端心正意啊。嘛，就是美国的科学家伯莱丁甲咱讲呀，避免灾难。伊讲三句话，这是第三句话。伊讲端正心念，端正心念，甲咱啊，即个端正身心是同一个意思啊。这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非常重要的修行啊概念。作是恶可品第35品，一在后面，咱这是第25品。我伫这篇经内面有一句一句开始，如定领悟出世，专心正义不为意啊，众恶心为大德。如定就是恁大家啊。而你的现在这世间，出世是讲今仔日现前的这个社会，
我知影，或者三千年前就知影讲，今仔日这个世界是虾米款？呀，伫这个世间，你敢也会当啊？端心正义呢，不为众恶。众恶是什么？是恶啊！你在这个世间，不杀生，不偷盗，不邪淫，不妄语，不吝啬，不恶口，不讥诬啊，不贪，不嗔，不痴啊！你无做这个啊，歹代志啊！这里面包括的范围就真大了，无自私自利，无去创名门利用，未贪五欲六尘的享受，安分守己啊！这是大德啊！一般人做未到，你竟然做会到啊！油丁丁灰面品，这第36品，佛说六祖作仙。这个六祖是古早时阵的话，就是讲恁啊，或者讲恁大家，恁大家来做善、做好事，温和第一。什么是第一？啊，就是讲恁做善，什么善是第一呢？佛嘛有讲啊，当诸端心，当诸端心，你目口鼻皆当诸端。这句话呢，就是在头前啊，端心正义不为众恶啊。心爱端正，什么款心这是端正呢？念阿弥陀佛的心就是端正啊！啊，咱就知影咯。咱若是甲阿弥陀佛袂记哩咯，咱的心就邪咯，心就不净。要我念白的佛，念白的佛心也偏咯。未当讲邪的偏咯，你方向偏咯。咱的目标是行极乐世界，是行这条路，你偏偏要行另外一条路。所以啊，只有念阿弥陀佛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，这叫做正念。这点太重要了，一向专念，只会当有一个方向，未当有两个方向。呀，我要来去西方极乐世界，啊，佫想要来去东方琉璃世界，你都错了。琉璃世界有师父，错了。无听着你身体无好，像药师如来来保庇你，也阿弥陀佛敢袂当保庇你？无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连药师佛如来会应你，但是想要去西方极乐世界，都唔通连药师如来咯。专念阿弥陀佛啦。有事如来那是看到的，伊会生欢喜心吗？伊赞叹你，
你身心有毛病，你唔免去求伊，伊会甲你医好。为什么呢？啊，你是弥陀地主啊！弥陀地主太尊贵了，每一尊佛拢教义你啊，拢嘛会赞叹弥陀地主啊，这不得了啊！咱家己爱知影。还有这认知，所以端心就是心内只有阿弥陀佛。端心呢，心只礼拜阿弥陀佛。看一切众生，一切万物，拢总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都亲像伫叫做世界共款，咱对啊，时时刻刻拢无离开阿弥陀佛，无论是顺境逆境啊，善缘啊恶缘啊，念头起来时阵，皆是阿弥陀佛变化所作。拢是佛来帮助我，来成就我。应作如是观啊，应作如是相啊，这叫做端心静意啊。逆莫口味，该当自端。你听是什么念佛的声音？目睭看是什么？是阿弥陀佛的现象。目睭所看的一切境界，拢总是阿弥陀佛所现。靠念佛。偏也是呼吸啊，有人用呼吸入心，一呼一吸，一句佛号，这叫自端啊。这就是大势至菩萨教人的多念六根。正念相继啊！你看，动住端心，动住端心，逆莫口鼻，加上头前心是五，佮加上心是六，这是多念六根哦。啊，这句教咱多念六根安怎念法，这就明白了。六根拢嘛是阿弥陀佛，除阿弥陀以外，一项物件都无。这个悟空寒时修应端正身心呀，会当有闲的时阵，都要认真去做，唔通浪费时间。甚至是啊，一日一夜，我那边好好给念掉的。在平常呢，只要有闲的时阵，就专心念佛，念佛无任何的拘束啊。行日念会用，坐日念嘛会用，行日念嘛会用。好枯燥啊！甚至讲倒落来念也用呢，困咧念，卖出声，
出声什么凶气啊？嘛是无恭敬，但是咧困咧默念。好啊，行住坐卧不离这个啊，这就是念阿弥陀佛。这叫真念佛人啊。下面是绝育，这真重要啊！烦恼内底最严重的，在此期间啊，绝断男女感情爱欲，这是什么时阵呢？端正身心。念佛的时阵，心内面唔通有情欲的念头，因为伊会把你的功夫破坏。你有这个杂念，念佛的功夫破坏咯。气忧放下世间的忧虑，啊，讲些事，所以念佛堂的堂主常常啊提醒大家，放下身心世界，身心是家己啊，世界是咱生活环境啊，拢总唔能去想，心内只有阿弥陀佛。除了阿弥陀佛以外，什么念头都无啊！这好啊，这才会成就啊！祈求。是不是有这个世间值得咱忧虑的代志呢？无啊，真正有，你忧虑嘛未当解决问题啊。忧虑哪会解决问题，就会用你忧虑啊，只有把问题啊，创个更加害啊。你未当解决问题啊，那你何必忧虑呢？只有冷静，只有念佛。真正会解决问题，为什么念佛会解决问题呢？念佛的佛力加持啊，心地清净会生智慧，家己有智慧，佮得到佛力加持，你才有办法解决问题啊。你一个放一个乱，一个忙，问题也就变害了。啊，宁静比什么都较重要。如是拄到灾难现前的时阵，愈宁静，不惊不怖啊。那人家真正会当解决问题啊。佛经内面讲呀，心不颠倒啊。问题就会解决了。诸心，这在一切时、一切处，对人、对事、对物，拢都爱有慈悲心，无众生乐之心。因此修持是为了业有情而修呀。你看菩萨修行不是为了家己，是为众生呀。啊，咱若想要帮助众生离苦得乐，先得要成就家己呀。
所以在受害过程当中欢欢喜喜，无一点啊忧虑。好人偏去，欢呼苦恼啊！好人偏了相当啊！菩萨安怎的菩萨了不起事？为什么呢？菩萨知影讲一切法皆不可得，菩萨经常讲啊真清楚啊。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，伊有什么忧虑呢？在这个世界上无得失啦。安怎无得失呢？释迦牟尼佛教导咱，金刚经上所讲的，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。你会把这个世间看作一张梦，梦内底是不是真得着？无啊，精神了什么都无，梦内底失去，精神了什么也无失去啊。你会把人生看作是梦境，你就无得失咯，你心就平咯，心就快乐咯，得着无欢喜，失去无忧虑。功夫真正有一点基础的时阵，得着欢喜，失去也欢喜，无强未欢喜啊！这就看你的功夫咯。无功夫的人，逐天失去的时阵，哎哟，真可惜，我搁再失去咯。为什么呢？迄功夫未用呢？无功夫啊！真正有功夫的时阵，伊袂啊。得失拢欢喜，欢喜什么？欢喜已经如如不动了，心内只有佛，无别项物件，心清净了，心端正了，这个端正就是有佛啦。世间人为什么有忧虑呢？伊心内也无佛。钱财无去咯，伊心内只有钱财啊。亲情拄着灾难，伊心内只有亲情。伊心内五欲六尘，伊有这物件，所以啊有得失。如果伊心肝内只有阿弥陀佛，那就无得失咯。无得失是偌快乐，偌自在啊！所以，你的众生的心爱定定有，啊，咱修行，这认真修行，想往生到极乐世界，去做什么呢？成就圆满的福慧啊，就这代志啊。啊，咱在做三皈的时阵，皈依佛、礼足尊。礼足啊，是什么意思？礼是两种，足就是满足，就是圆满的意思。这个礼就是智慧加福报啊，智慧福报两项都圆满咯。圆满当中，第一圆满称为尊啊。究竟圆满的叫做尊啊，无比这个更加超过，这才叫尊啊！啊，咱到极乐世界是咧创这个呀，唔是创别项的呀。
所以爱常常想着爱把握机会，有即款环境，大家好好斗阵来念佛啦。认真来学习《无量寿经》，今仔日讲学经教，我无咧学别项，我着学即项念念。我早年，迄算是少年的时阵，讲《华严经》。我会记得前后已经讲了十七年，我讲完只讲一半，八十讲一半，四十嘛讲一半。李老师甲大乘《无量寿经》这本给我。我话这本呢，是伊老大人家己讲经用的这本啊，用毛笔啦、啊、小楷啊，字写啊，真正精髓啊，秘著啊。我看到啊，非常的欢喜啊，尤其啊是读到，我讲起啊，老技术的书文。书文介绍得真好啊，真长的一篇书文啊。读了后，我就发心讲《无量寿经》。老居士的书文啊，都有讲得真好啊，《无量寿经》即是中本华严，《阿弥陀经》是小本的华严。大本华严分量遐多，要讲到多一年才讲会完呢？我就讲中本好咯。所以我就真正发心要讲无量寿经，真啊讲十遍，这是第十一遍啊。本来无想要讲其他，就专讲无量寿经。啊，即摆，搁再讲《华严经》，是韩馆长王兴的前两讲啊，伊真清楚、真明白，要求我讲《华严经》，伊的想法真对啊。伊讲我若是无讲，恐惊以后就无人搁讲咯。希望留一套录像，和后来人做参考，因我答应伊啊。希望伊病赶紧好，无想讲两天了后，伊就走了。请我讲华严的有三个人，第一个是台湾台南的开心法师。第二个就是念祖老居士，第三个就是韩馆长啊，伊拢是同一个看法啦，同一个想法，我会理解啊，所以在伫新加坡的时阵，有当时啊。讲到这个问题，你无愿听到了。伊代表这三位大德，认真的来得请。啊，我这个《华严经》第二拜开讲，这是一拜讲的，啊，讲未少年咯。对新加坡到即阵有十几年了，即摆讲较详细，
比顶一摆讲较详细咯，真得受用。讲了四千小时啊，旧年啊，起名，看到灾难愈来愈多，华严经已经袂赴咯，所以我决心的讲无量寿经。究竟吗？至少嘛，都爱把这个演义啊讲完。这套《无量寿经》都完整了，有回一本，有注解，有演义。我甲专经阁做了一个详细考盘，方便后来人学习。这个经讲完了后，我来考虑是要阁继续讲华严，也是继续来讲无量寿经呢？究竟爱考了，华严经确实是俗佛慧命的大经啊，嘛非常重要。不过我现在我言放下了。佛门的内外、国内啊、海外，所有活动我都无参加了。明仔载要去日本去讲《无量寿经》，才着讲，这我去啊，毋是煞落去讲这个经，我绝对袂去啊。明仔载啊，我会去啊，一号后日就煞落去讲这个。无中断啊，所以这会用一天四小时。啊，这个功德啊，回向好一切苦难众生，祈求诸佛菩萨慈悲化解灾难，咱未用什么功德呢？咱那是用念佛求生净土的功德。如果咱不是真念佛、真求生净土，像亲近阿弥陀佛，就无功德咯。第什么功德呢？咱若是真正一心在求往生净土，身心清净，像这地同款端正身心，精进啊，用命有啊修先断恶啊，讲经就是咧。修仙断恶啊，一天到暗想的都是啊经文啊，想的是极乐世界，想的是阿弥陀佛，世间事拢放下，这就断咯。一心专念，这就是修仙啊。啊，咱用什么功德回向？用这功德回向。无法无念我精，念念自求我精，这精进这两字的解释。法，这是世间一切法，不念着啊。
有世间法，无贪嗔痴慢疑；有出世间法，有华严；有无量寿，嘛无贪嗔痴慢疑。这叫做精啊，无念着啊。念念，咱只有这方向，西方叫世界，只有这个目的，亲近阿弥陀佛，这叫真啊！真真啊，这两字的意思呢，对于修净土的人来讲。一定要讲清楚，讲明白。啊，咱真精进，这个功德回向都真正有效果。华严大疏第八卷有这款的几句话：念心有法，名即为精。精心无达，目即为真。这两句话讲得真好啊！下面主解讲了，解为真假乃精义啦，其心无佛法呀。在咱净土中，就爱精益其心，无性原形。以此精心为义，达本为目啊！咱达本就是往生净土义。阿弥陀佛为母啊，这叫做净。华严经是大经，伊是就通道来讲的，啊，咱修净土的，修局限的。咱先来去极乐世界，先见阿弥陀佛，到极乐世界，甲华严会合咯，入华严境界啊！华严境界是甚么呢？这下面讲啊真好啊，本家本源呀，啊，色心达本啊，明住本心，见住本性，是为达本啊。大疏之义教性，华严经讲啊真好，讲个真殊胜。咱要达到华严的境界，清楚极乐世界，亲近阿弥陀佛，华严境界咱就会证到啊。咱若无对这所在来挖一个弯，到极乐世界去证华严，咱呐。无办法去证到啊！这是咱家己一定要清楚、爱明白啊！咱哪有能力去入华严境界呢？无可能的代志啊！要入华严境界，一定都要有方法啦、啊。这个方法是最可靠、最简单、最容易、最稳当。所以啊，咱终极的目标是入华严境界啊。咱去到极乐世界，那是第一方便啊。在这所在，
等欢乐正菩提难啊。在这所在，咱求生净土，请观阿弥陀佛容易啊。这难言要分清楚啊。到西方叫做世界，那那这净华严的大法就容易咯。啥人来甲咱讲华严呢？毗卢遮那如来的报身啊，诸位知影无？毗卢遮那的报身都是阿弥陀佛啦。毗卢遮那如来的应身都是释迦牟尼佛啦。咱到极乐世界是见报身如来啊。咱伫即个啊学习的时间，释迦牟尼佛学习啊，甲应身如来啊。法不应是一体啊。这是法门当中第一方便法门啊。不可思议啊。咱修净土无违背华严，修净土实际上都是学华严，所以古人则讲无量寿经都是中本华严。这个意思是讲得足好呀。从不动经络，经络从不动经络到自性中心啊，这段咱在科判来对飘的科队是断恶修仙。乃第一句为人行之世仙，而分啊，甲求生净土，而分求生净土，先爱甲人做好。人都无学好，啊，注意讲，未当往生啊。为什么呢？如果你还阁带着人间烦恼习气去极乐世界，你会把极乐世界气氛破坏啊！阿弥陀佛真慈悲，就算讲伊老大人接你去。叫做世界大众未同意啊，因也无希望阁有人破坏因的环境，阿弥陀佛嘛会顾虑到大众啊。大众无愿意做的代志，佛嘛未做啊。所以讲，佛会来接引你未？关系伫你家己啊。这条件有拘束无？心愿行啊，拢总拘束。你的烦恼习气
也过啊无断啊，非也是未来啊。哇，一句话讲，你念佛的功夫至少都爱会把烦恼习气控制掉的，这叫大用心啊。控制什么呢？未可以发作，不是无贪嗔痴慢拢有，但是这句好好个低调的，这是咱平常用功啊。在什么时候用功？这种烦恼一个起来的时阵，立刻就该控制掉。古代第五教导咱呢，不怕念起，只怕家己啊。担心起来咯，这念头起来，阿弥陀佛，第二念头都是阿弥陀佛，该跌落去。忏悔心起来咯，阿弥陀佛，跌掉咯。所有的一切善不善念头起来，拢总一句阿弥陀佛给跌落去。这叫做什么呢？啊，这叫做功夫啊，得力啊。也会啊，现行说明什么呢？啊，你的功夫啊，不得力啊！你是念佛咯，念佛无路用啊！你的念佛啊，未当管制着烦恼啊！换一句话讲，你也受遐多妄念，你无减少啊！你的心未清净啊，念佛功夫端在身心清净，心地如清净，今年比去年清净，去年比前年清净，今年比今年清净啊，好境界。对倒位看，今年比今年啊，烦恼少。烦恼轻咯，一年比一年轻，真正会当提升到一个月比一个月轻，你决定就行，你无问题咯。如果境界现前也会发作，顺境内底有贪心。也竟然都有忏悔心，也有这款念头起来，念佛的功夫啊不得力啊！啊，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工作处处待人接物，时时刻刻拢嘛伫咧。考验咱的功夫啊！所以是不是当阿翁生，是不是有把翁生，唔免问啦。你问你家己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我是不是当翁生净土？我是不是应该生净土呢？家己比什么都较清楚，对这个世间确确实实无贪恋咯。所以啊，这就是叫做人情世现。这地嘛有古怪的呢，这道度其他人啊之行事，行事是好事啊。看到别人比家己较好，心内挡袂掉咯。
买枪方法甲破坏，佮有害险物质。好人做的好事呢，伊偏偏啊，要家己障碍。所以这个好事做不成功，这款的代志啊，古今中外，常常拢爱看到啊。这是啊，烦恼当中，自作罪业。极当的一项啊，你排在第一。嫉妒呢，你障碍别人，爱看这个障碍影响多大，范围多大，用时间有多久，对这来结罪。如果啊，这个代志是好事啦，啊，是一个人利益，甲别人不相干呐、啊，你障碍你呀、啊，破坏迄个结罪啊，就真衰咯。为什么对这个人嘛，冤家对头只有一个，冤冤相报无冤无了啊，也就是这款代志。如果以这个代志对社会、对众生有大好处、有大利益，你该破坏，这代就麻烦了。结罪不是该结罪哦，该所有得到利益的人结罪，这个范围啊都太大了。那讲影响深远，那讲现在人。这个好处你得到，以这个好处的延到将来，延到将来的时阵，连将来人也得不到好处了。这个罪就真重了，这个罪就变作无间地狱的罪了。世法里面。一个好的政策，亲像国家好的政策，利益众生的大事业，你该障碍了，这个结罪就不得了了。好事嘛，未用呢。爱知影，因果这款代志啊，善恶是无抵消的。无讲我做真侪歹事，我加做点好事，就会当去甲弥补，会当啊，甲迄恶抵消无啊。因果来做无抵消，善都善报，恶都恶报。啊，正规就得规啊，正道就得道啊。每当我种这个果，我无想要滴果，希望这果让生出这道来，这个不可能的代志啊！因果确实就是安尼啊！你一个恶念，一个恶行，都恶报啊！一个善念、善行，伊都善报啊！每当讲用善来抵恶，不可能的啊！这是一定都爱知呀！你真正明白了后，你就知影讲，人唔通有恶念，唔通有恶言，唔通有恶行啊，肯定是有恶报啊。善做搁较多，迄是善报，各有各个人报。什么时阵先报呢？啊，什么时阵后报？迄是言无讲啊。所以佛法讲缘生啊，伊无讲因，
言决定你的高倍前后，因是决定你有高倍，你有报应，先有先报，恶有恶报，决定有。什么时阵报？什么是在先？什么在后？缘，缘非常重要啊！要明白这道理。佛家讲缘生啊，讲啊真深啊。海贤啊，我极极度显灵，罪恶非常重。为什么显灵？也为社会、为国家、为大众做真正做的好事，你若是嫉妒伊、障碍伊，伊也无所谓啊。伊可能也过会真欢喜啊。为什么？我无需要做了，你未障碍伊代志真多，伊逐工都爱无闲去做代志，你障碍伊都毋免去做。好啊，去念佛去咯。不过迄个罪啊是不得了。如果这个贤人，伊会当利益千万人，伊会当利益，时间来讲啊，会当利益几百年、几千年。这个功德偌大！你家障碍可以袂当成就，这罪真重啊，真深。你家己想会到的啊。所以佛家普贤菩萨是大愿王，有随喜功德啊。这个好人伊在做好事啊，咱个袂加嫉妒啊，随喜。所以什么欢喜啊，赞叹啊，尽心尽力去个帮助伊，有偌大诶功德，帮助伊人嘛是同款有大功德啊。这有智慧啊，伊才会做这款代志。无智慧人伊就会嫉妒啊，无智慧人随喜，随喜把伊诶功德变作家己诶功德。嫉妒呢，障碍伊，伊也无代志。伊还不善的一款影响，伊的善行的影响，你啊障碍伊未当成就，真正侪人未当得到伊利益，这个小拢算伫咧身躯的，迄个罪啊就太重太重了。啊！伫中国古代国家法律内底都有一条：进贤受上相，就是国家最悬的赏赐是要给啥人？对国家推荐好人、好人啊！国家给你的赏赐是最高的。如果是嫉妒贤人、障碍贤人，你受的那个刑罚啊，就是啊，抬头啊。这款代志是真的。在历史上有看到记载，业因果报，丝毫不爽啊！所以看到别人好事，欢喜赞叹，有力量呢，尽心尽力去帮助成就。这不是成就于个人，
成就伊个好事，就是成就利益社会的众生。这是第一个例，嘛是最容易犯的，犯了后，这个罪过啊，是非常非常的重，排在第一啦。第二个贪贪，贪是什么？贪家，这么严重啊！在现今社会，咱会看到。啊，一个宴会，听讲是倒酒菜，几十万啊，我听到这话，拢惊一个。你想看嘛？今仔世界上有偌济善吃的人，三顿拢无通食。那会当讲忍心来做这款浪费？啊，一道韭菜十几万啊！一般人一家四口啊，一年的这个生活费，你一顿不能给吃了了。你知影这个罪有偌重啊？咱家想释迦牟尼佛，伊老大人一生的生活，三衣一钵，日中一食，昼下一宿，分的不是别人啊，分是智慧圆满、福报圆满。为什么要你做？伊款做法叫大众辛苦啊。做出模样来给大家看，或是一点点啊都未浪费啊！知影受福啊！今仔日世间大福辈人真多啊！如果是按你浪费咧，伊个福辈人享几年啊？伊若有一百年的福报，大概啊，看免十年就享完了。享完了后，中国古人有一句话讲：“乐尽人亡啊！”你虽然要有寿命，你福报无去了，你嘛活不落去。死了后去倒位？去三途、地狱啊，拢去迄地去啊！现在人不相信有三途地狱，不相信有六道轮回，伊讲这是迷信。等到伊看到了，后悔未赴了。哪会当去做这款代志呢？所以这个一定都要啊戒毒啊，学会的同学会当啊，把这个律师断掉，分车断掉，这是好代志。不过素食内底，那是讲要贪毒，那在这顶面加做讲究，嘛是错了。也是在享福啊！所以古早时阵的生意暗长，现在变咯。古早时阵生意暗长，都是一项菜尔，大鼎菜。生疏啊，
是夜暗长，隔长食饭，有几句个啊？一下菜，一下汤。阿古林修好，回向好，甲向好，拢啊回向到叫世界，往生到叫世界去向好。无到叫世界以前，绝对袂向好。现在人现前讲究向好，是毋是会到叫世界就成问题咯？所以啊，这是啊，一定都爱知影，把贪念放下，贪食嘛爱放下。下面减少，减是甚物咧？减心，大乘二种法，临歇再发。请坚，坚就是咱咧讲唔甘吗？家己有在乎，无必去帮助别人。家己知影即个法，无愿意传互别人。教别人也过爱留一点啊？为什么惊别人超过家己啊？把人超过家己就会嫉妒啊！家己甲别人总在留一挂，这款心唔好啊！这款心完全是轮回心吗？伊所造作的就是轮回业啊！即但有财有法啦，不能施舍利人之心。我愿意帮助别人啊！啊，咱知影，这不是佛心，这不是菩萨心。诸佛菩萨大慈大悲啊！你看，我佛是从世间第一句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！用什么去度？就是用财用法啦。有财无法未当度众生，有法无财也未当普度。那所以佛会当普度一切众生，靠什么呢？财法拢具足啊！法是智慧。财是财富，啊，有财有法，才会当帮助众生破迷开悟，离苦得乐。永会。信用不坚，坚信何以果挖良慧啊？良慧，咱通常是咧讲什么呢？有慧啊！为什么有有慧？也是有见贪、贪心，无放下。这道无放下，啊，所以心听到一时的冲动啊，
做好事，做完了后后悔啊！我竟然被骗去了。啊，无缘无故，你看我了这么多财物，好处在哪位？发财是好处啊！无缘无故，把这个财官献上给别人，这个、对我有什么好处呢？这就是因有计啊！哦，你一张奖状，一张纸，家己真正损失真多钱财啊！这拢嘛是轮回心做轮回业啊！对，诸法实相，当然就无了解。那无了解，对有啊，诸佛菩萨无认识，把诸佛菩萨当作心明看待，这种人太罪太罪了。这些人信佛叫做迷信啊，所以冲动定定拢嘛有，怀疑嘛定定有，后悔嘛是定定有啊。伊是不是真正信佛？唔是啊。是不是真正佛门弟子？不是啊，假啊！对佛教啊，一无所知。伊是迷信，伊不是正信。伊学佛，抓住佛是神仙，会当帮助升官发财，提一官来供养，亲像。用火炉同款，加火谈条件，你保庇我发财，发一百万，我供养你一万好哩。因为佛菩萨嘛是贪官，嘛是接受火炉啊，做罪业啊，无学佛也好，学佛就学到地下去了。啊，念佛的人那是未明白这道理，果报嘛是伫地狱啊！简称乾隆时代，朱魂灌顶法师有一本书《大势至菩萨圆通经》所抄。我早年讲圆通宗，就采取伊老大人的疏抄。疏抄后面，最后总结念佛一百种果报，拢是念佛人啊，果报无同，一百种果报。我相信一百不是数字，付出一百呢。果报太多了，无同款啊！第一个果报就是阿弥陀佛。我当时也是少年啊，看到这个真着惊啊！念佛是好代志，哪会去对无间地狱呢？我提了这本书，金门老师李炳南老居士。哎呀，这个看这问题，啊，这是大问题啊，这不是小问题。我唔甲你一人讲，我要伫讲经的时阵讲给大家听。亲像这款心态去念佛，拢会去阿弥陀噶。你来问我为什么？利好社会大众。
产生严重的误会。你那个合夫人就是安尼生，互人诽谤佛法，怀疑佛法，未去相信佛法，断了人的发心慧命。这款罪是不是要对阿弥陀噶？哎哟，一点也无错。啊、哦，今仔时间到了，阿都到这地，下面这段呢，就等到去日本继续再去讲。